连连。哎，干不送啊啦！干嘛来啦？干嘛来啦？屏东满洲举办的全国房车拉力赛，一台桃红色的房车突然失控，往电线杆的方向冲过来。这个等我一下，给我靠嘞！阿弥陀佛！房车差一点点撞上电线杆，车头穿过封锁线，前轮卡在路边的草丛里。旁边当拉拉队的亲朋好友帮忙推车，车内两个人吓得脸色发白。好，准备扛凳，来倒上车，倒上车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！我先提，我先提。这一台差点自撞的房车之后还是有继续比赛。我前面有一台车子，它引擎有漏油啊，那造成我们驾驶的喜美 K 八赛车要左转的时候啊，因为速度过快，刚好轮胎压到那沾油，所以冲出了这个跑道哦，距离电线杆大概只有1公分，非常的惊险。这场拉力赛从22号开始在屏东满洲登场，有150位选手参加。还好我们车上也有防滚架、安全装备。还有护颈设备、安全帽，通通都有。63部参赛车集结，这一次名人廖老大也有来参加，亲友团大约有400-500人，要来推广屏东的观光。满洲赛道有直线、弯道和小碎石路段，很有挑战性。这次因为前车漏油来不及清理，导致后车经过打滑，差点自撞，幸好最后有惊无险。三立新闻朱俊杰、何振凤，屏东报道。